看都看傻了，我靠。东汉末年，忘怎么唱去了，我的。被攻打拼打，我熊扛，没关系，别怕，不用。我熊不怕死的，我可以刷熊。哎，别秀了。送熊啊，我刷熊了，
Europa.蓝杀。没死，我操，没反应，反应搞一搞，兄弟，没反应。没反应，没反应，赶紧走，没反应，然后你妈的，我靠！没反应，别冲，别乱冲，兄弟！还有大的，就没有大的。来跟我来跟，看你看的分面，保留上。大伤害啊，有人没跟。来个梅可。咋那么缺血，我靠。
好。没到了。高分局啊，高分局哪有抽价，开完了就结束了，下一把。这把就是版本答案，我告诉你，玲珑心啊，卡尔的版本答案就是许愿玲珑心，我告诉你很厉害。这版本实话实说，这版本的卡尔比上个版本要好玩，真的。因为可以开始出比以前秀的装备了，玲珑心这个装备比以前秀很多。哎，我操！给口汤喝。我们天火。哪里？问题好吧，走啊，我没来啊，哥。飞机的英雄比较特殊，是刀塔里面所有凯瑞里面唯一一个能躲对方的。
兄弟，每出一个巫毒面具，一位巫师萨满都会撕去他的嘴巴。走了，快走，快走 ！TP， 哎，带他一个，走了呀。Red kill， 掩护我一下，我要放一套九连。知道蓝针不太够，蓝库紫苑黑黄，然后玲珑心，紫苑黑黄玲珑心冰甲，然后阳刚，挺厉害的，比上个版本厉害多了。因为上个版本玲珑心太贵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一般是4000块钱的装备，现在5000块钱就可以出。你现在以前4000块钱一个青莲宝珠嘛，你现在5000块钱可以买一个青莲宝，就你青莲宝珠加1000，你就是个玲珑心，减费地太猛了，所以现在一般是减费地，除非你很穷，你不穷的话，一般玲珑心要比青莲宝珠要强，可以啊，就是玲珑心一般不坏，一般打到后期就是减费地为主。飞出来杀我了，来了，没事。
小哥哥。有电话。我不推他，然后没技能。等我啊，等我，等我，丢丢了，他没来。装个蠢，装个蠢，把自己当成傻逼。对对对，别大猫没了，对对对，你装，继续装，继续装，哎，他马上飞，马上飞你。给我过去，给我过去，看看。没跑，跑呢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丢过来，丢过来。可以。回头他，我接我。加了攻击了吧？还行。下不给我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随便。随便打，随便打，都是随便打，都是废物。命就是十字折，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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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哎，跑得好快！哎呀，我靠！注意一下跳大就好了。我没跳到，我刚才没跳到。PKB 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啊我操！我操！不至于吧？不至于兄弟，不至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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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粉粉暗，别别别别别别别，你别再跟了，别再跟了，算了算了，真不至于兄弟，不至于不至于。至于吗？啊，好，来上路，去个蓝猫，去个隐身，三、二、一啊！玩不住他了，好吧？他很绝望，兄弟。没多蓝，没蓝。他已经没蓝了，我来看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杀我杀，兄弟，你 A 死他吧，来来，你 A 死他，哎，给你啊，我不要。哈哈，有点意思啊！别跟着我了，好不好？
我没控制哎，我靠，有控制杀了，还想这么飞的，有跳大，对面的人比我跳大的，跳，完，有点意思。跳我背后了，体验不到这个逼，我靠！跳我脸前就杀，这怎么狙到的？哎呀！哎，你这是怎么狙到的呀？你这也能狙蓝猫吗，兄弟？你开挂了吧？不是，那你咋狙到的？不是他，那也要选定目标呀，你怎么选定的？我他妈也是点啊，兄弟！手有点快啊。